走，咱去吃饭去。今个嘞是俺妹给俺这个弟，然后接风来啊，俺去蹭场去，然后我把这个杨也接过来了。杨，先你知道咱不？俺这个弟媳他不去了，在家看孩子。你看，说让他去他都不去，真不去吧？我给俺配的。啊，走吧。那跟我一块去吧，走。啊、哦，那咱走吧。走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家生意也不知道好。快进屋，进屋。女司机，进屋。女司机现在太硬了。是的。张伟。哎。我天天在这等着了，马上变成恁一家人了。直接过来。就是俺家人。咱们。嗯。哟，我这天天给他家蹭着蹭着。哟，我这小脸是不是太厚了？他还蹭谁？让他们点菜，咱等吃就行。哎，买单人来了，这是啥？这不是寓意着让我们早结婚呢？家人们，我来对着视频给请个亲家，你看都是在家人，表示一下感谢，是吧？我有一个外人是在家人里面，我是外人，没有没有，就喝了吧。你喝呗，我又管不住你，这是你的家。那我再给你晒晒呗，现在咱俩都住在一起了。白叔，昨年没在家过吧？喝了。你要把你喝过一个，手机也没过吧？不过。他手里端着酒杯，他跟他说健康。没有，我喝。来嫂子。叫嫂子了。你没喝。酒瓶你这个叫嫂子了，来，我配个啤。叫啥来？嫂子。哎。嫂子。啊。我叫啥？叫媳妇儿。嫂子。哎。我干了。谢谢你，给这个家里边是不是感觉到很舒服？对吧？欢迎你。跟你原来的家有区别没？那就好。妈，你叫他带着你。这个我喝多了，我开不成了。请带我来。我有句话想给请托，我现在一直有句话都没说来。你知道我衣服上没穿好的。好了。你弟弟多想叫我去，妹妹也多想走，我都没有去。你知道我想干啥？我想叫你的事办了，你走了我不放心。妈，你呢？刚哥，嫂子能赶紧结了婚。我想叫小胖有个妈。能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妈，奶奶，妈，你赶紧给俺哥，嫂子赶紧结婚，咱妈也能放人是吧？你都完，你都不知道俺多的是。我希望你过年能到咱这个家来，咱这个家就缺你。妈，你别伤俺。我尽力。俺俩之间很那个嘞，啊。你也别想那多，你就给为恁俩好嘞。你争取到这个家里来，我都放心了。你放心吧。我和他好好。嫂子，你该称呼中不？咱妈这是。你不，现在还不能叫嘞，现在还不能叫嘞。你不叫妈，我不介意。啊、哦。你只要过年能到这个家里来，你能安排叫我跟恁妈还能见个面，说个话。这周末，我请你了。妈，这个事儿就这样，咱回去，好吧？现在他不该在家住着了吗？是不是妈？这是正儿八经的一群人，都特别认可俺这个嫂子，然后俺这个嫂子也特别好，真好。这嫂子说实话，连小黄都认可你了，知道吧？这嫂子，咱哥说实话嘞，真是完美。啊，这是恁未来的嫂子，一定我已经认定完了，谁也替代不了。好了，走，咱回家。妈，走，咱回家，走，妈，你坐着，啊。